这是我家储存的食物，看有黑米粥，有牛奶，有那八宝粥，还有那纯牛奶。那么这几天呢，我去超市呢储备了一些面条和我们的大米，看一下我储备了蛮多的面条，大概细数的话有18包左右。那这是我买的蔬菜。大米呢，一共是3袋。这个呢，有白萝卜、胡萝卜、西红柿，还有大白菜。因为我们现在呢，去购物的话，尽量选那些就是储存时间比较长的，因为其他的储存时间不是很长的话，不是很好保存。这是我买的一壶油，然后旁边呢是我买的橘子。那么橘子呢，只有这么多了，因为我去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，就这么多。然后这还有马铃薯、西红柿，还有辣椒等等，比较贵，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在储备。这个呢，是因为一直关在家里面，小孩子可能关了这么久了，跟不住了，想玩，那我们就得想个办法给他找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上铺腾出来。让他可以用它做玩具呀，或者是玩累了的话可以休息一会儿。这个是我准备做的那个发的豆芽，那么过几天之后呢，豆芽就可以吃了。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，就是尽量能少出去就少出去一点，因为现在武汉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。2天之后应该可以吃了，然后用东西把它盖好，不能降光。今天中午呢，我要做的是我们的海鱼煮萝卜丝，这边呢是羊肉。外面下着大雨，风很大。然后今天中午呢，还有炒一个青菜，就是我们的大白菜。大蒜、白菜。